艺人林志颖和老婆陈若仪结婚后育有三个儿子，一家五口生活幸福美满。陈若仪积极经营社群，经常透过社群分享生活点滴以及居家好物等等，引起大批网友关注。日前她透过影片介绍房间内的摆设，只见她身穿休闲 T 恤坐在床边介绍床头柜上的物品，然而由于衣服太宽松，她坐下来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怀孕了。意外在留言区掀起热议，也调出陈若仪本人回复澄清自己并没有怀孕，还附上两个笑到哭的表情符号。事实上，林志颖和陈若仪先前曾在节目中提及了第四胎的话题，夫妻俩坦言曾被长辈问过要不要再拼一胎女儿，但陈若仪想要先好好休息，宠爱老婆的林志颖则以对方的意愿为优先，因此两人暂时没有打算再生一胎。